啊，很久没碰水了，花姐。我现在回到云林，我好怕啊。回到。熟悉的花姐尖叫最对位。好，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我们海洋科大的运修系的同学们，你们有什么对呼之类的吗？来了。干嘛？哦，哇塞，出险的、欸，他们看起来智商好低啊！哇，你怎么是个？你们一个最笨的。原来你们看我是这样子。好，来，我们接下来就是一对一哦，总共有七棒，只要我们这边赢三棒，就可以再换回一位蜘蛛人。那第一棒是花姐会对上的是女生吗？女生啊，好来，女生啊，两位请就位。为什么我办法这么白啊？那你记得等一下拉的时候要围蹲哦。好，来第一棒，花姐对上我们运修系的同学们，怎么称呼？陈同学，银针，好来，花姐遇上我们的银针，来准备，来，你是我们主持群唯一在这一年有去集训的，嗯，你有更强的，花姐拿下一赛，恭喜！哎，很强哎！哇，你不背了？三胜，好看！来，下一位同学交流，接下来是运修系的小易对上我们的廖小易哦，哎呦，廖小易啊！哎呦！以退为进，对。哎呦！成为英灵般的笑声。哦，收剑的地方。哎呦！哇！小心！哇塞！两棒了哈，来第三棒，请这位。他一个最烂的啦。我每一个看起来他叫都超好。第三棒是豆哥对上我们运修界的小雨，有没有什么要说的话对彼此？好。你还敢拉吗？你知道怎么做吧？你敢拉他吗？今天光要站在那边就多不容易了。我们这节目很多人在看哦，很多人哦，你的爸爸妈妈也会看哦。对啊。哎，预备！现在我们三国队是 team 牌的状况哈，由我们运修器小万对上丰田，来有没有参加？丰田，我要证明自己，对，你要证明我们救你复活是只有用的，对，谁懂的？集战力，绝对拍了你们10万，加油！
加油！来，听到这句话，听到这句话就是做笑话。绑起来，哎呦，是百战百胜，同桌一计。所以屁股往后坐，对，屁股飞走越对，往后坐，好笑，陈小云，天斗啊，下，屁股坐，坐下去，坐，他妈丢腰，飘飘悠，陈小云哎，厉害，风姐，没有，小心，不要，风姐，风姐，好甜，不要来，丰田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终于赢了，刚好，一脸的刚好，来了，喝到水了，记得一点，刚好，久违一点刚好。哎，那丰田可以救一个人的、啊，关键是你们可以救一个蜘蛛人回来了。那要救谁？你要救谁？哎、欸，这个人会玩这个游戏吗？不会啊，那就不用小花哥了，不用叫，输了。小花哥剩三个，你们剪刀石头布。太无聊了吧？这个游戏，这个太无聊了吧？你们互打，要 PK 的，哎，可以哦。Audition PK， 玛丽跟大圆，玛丽大圆，玛丽大圆上去。你不要没事，小花哥，你跟小花哥。女生就好了啦。好，这场对决将会关系到黑白无常，谁可以变回人类的状态啊？我们欢迎黑队这边玛丽，好，玛丽已经，不是大人，真的没有人记得他今天出现。来，然后另外一边白色的是，好 ，OK， 好来，准备了，玛丽对着大人一杯。我认真你是谁？丰田可以决定了吧？你决定要让谁复活？哪里复活？这样好，其实蛮耐看的啦，耐看型啊！大远，只有我阿公哦，分线会从后头展开。你们这样逼他，又要再等一年才可以看到。我今天终于有画面了啦！我今天都没有，这玩第一关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。对，好，大圆有突破了耶！
好，恭喜马丽可以恢复人形，请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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